只剩孤独紧跟随，要这样撑着痛还得和命运对垒，这个都准备好谢谢老板，给过了，给过给再给啊！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耶！祝您，您什么？太慢的了，太慢的了！没想到，红包不是要说吉祥话吗？给福利是吗？没有。加油！加油！开口大吉，下一位。阿力，开口大吉，新年快乐！大大吉，感谢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你怎么了？应该是来到成都着凉了吧？然后前阵子就已经有点感冒，那我以为好了，其实真的已经好了。但应该是昨天着凉，然后整个身体又虚，然后睡个觉起来之后完全就是发冷，发烧的状态，声音就变成你现在听成这样，现在已经好很多，连我刚才吃了一样，对呀、啊。但是我下午彩排的时候是发不出声，就感觉重新又感冒了一次。我现在不知道上去会是怎么样的状态，就去撞一个吧，先撞一个，不要想。成都的朋友，成都的朋友。JJ20 世界巡回演唱会成都站，让我好好看看你们啊，好久不见啊。24年的 JJ20 第一场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你们看到你们的手上的荧光棒有稍微进阶了一点啊，被变颜色了啊！送给你们的小礼物，谢谢。成都，
整个包围，其实你的发和背，倔强的嘴绝不能往下坠，只捂住耳朵防备，哭泣的像泪，你说有人伤痕累累，你们好吗？欢迎来到今天车里世界巡回演唱会成都站的电影网上。那很不幸的呢，大家应该很可以听得出来，我第一场我就感冒。我会努力继续唱，但是今天晚上我更需要的是你们给我的能量，好不好？只要你陪我，希望我们一起可以多一点的大合唱，让今天的演唱会特别完美，好不好？现场有没有第一次来看演唱会的？我想跟第一次来的朋友们说，今天不是我最好的状态，这个不要太介意，可能很期待要来听听我的 live， 但是今天不能够给你最好的自己状态，真是不太好意思，但是我会努力。准备好了。哇，我竟然听到现在还可以唱，哇，我真觉得是奇迹发生。